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兔兔现在的住的地方是在这个小阳台上面。兔兔一只兔兔就住在这儿，这是它的厕所。转过屁屁堆里面，屁屁堆里面，这是它的厕所，它的盆儿，饭盆儿，然后那是它的笼子。但它一般晚上睡觉都是蹲在这上面的，哎，有点脏哈。我是想把这里改一下，因为白天早上的话这边太亮了，然后后面是夏天嘛，我想这里给它做一个遮阳的，就想买那种粘贴的挡光窗帘，在这块玻璃跟这块玻璃这里，这一个围角这里挂两块挡光玻璃。然后兔兔白天的话，它习惯趴在这个地上面，然后它就不会太热。它现在就有点热，其实。兔兔是吗？是不是有点热？兔兔耳朵尖尖有点烫，还在哈气。兔兔仔仔，想给兔兔添一些玩具，希望大家能给一点建议。兔兔独自在家的时候也不无聊。兔兔一般是喜欢趴在这个地方，或者说这个小角落里面，就是它，这不是屎，这是它吃剩的红枣核。这是兔兔的玩具，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胡萝卜，兔兔有时候会玩。差不多就是这些啦，这大概就是兔兔现在住的地方，还挺宽敞的。兔兔啊，兔兔的手，兔兔可以握手吗？握一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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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啦，兔兔跟大家说拜拜啦，兔仔。